他的球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的灵活，然后丰富，然后毕竟他也是左撇子，所以在各方面的出手上其实会有比较高的隐蔽性，因为我们毕竟比较常对到的都是右手的选手。就是我今天下场之前有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感觉不太好，所以下去要打的时候觉得自己非常的辛苦，然后其实在比分上看得出来有很大的落差。这还是一场比赛，所以我还是希望可以尽量的去完成它，然后看能不能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可以去找到一些可能改善的方法，因为有可能我下次还是会遇到一样的状况。其实随着年纪增长，我觉得成绩这个东西会慢慢会越来越难达到，所以我觉得这是必经的过程。小戴的技术风格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技术风格，包括刚刚的比赛也可以看到，他有很多技术啊，就是，他的一些出手打得我都立正了，就是完全都没有做步法了，所以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有这么好的技术吧。